我们明明那么爱对方，所以会长，我拜托你，不要再说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会长之所以对我没意思，都是因为这女人。端端，你跟李会长又开始见面了吗？胡老师，拜托你为我的孩子着想，跟会长分手吧，拜托你了。端端，我们不能为了自己去伤害别人。 爸，是我错了，我不会再去见会长了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绅士与小姐。